呦啊，哎，就得意这种啊，白外黑内双边盘戏，就是不知道声浪好不好听。你走不走啊，哥们儿？啊，不走了，师傅，目的地在我右侧。那你怎的不拿车了呗？哎呀，行程有变，我在这站下了。那你上车干巧啊？哈喽美女，在等人吗？走吧，下车了。不是啥意思？你知道我要干啥吗？咱之前不说好了吗？8000。不过这么直接吗？走吧，上车了，挺冷的，不凉，冻死了。啊？这啊，那行吧，那。妈呀，这女的会读心术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这事儿整的，这手不够长。今年多大了？25。以前干过吗？美女，你这话问的我觉得冒昧。这有啥不能说的啊？我得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呢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经验肯定是有的。结婚了吗？不是美女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啊，给我干活，你问我干啥？啊，那行，反正这些也不重要。要是没啥问题的话，下周一来公司报道啊。哎，那啥美女，你说的那个钱嫌少嫌多？哎妈，你挺有意思呀。我头一回听说出来上班嫌老板给开的多的。不是美女，咱俩谁是老板呢？不，你给我干活吗？你让我给你当司机啊？啥玩意儿？不是你要来应聘司机吗？你到底是不是重新来面试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我就说不能有这好事。那8000还行。行是吧？嗯，行，明天来公司填表啊。嗯，你那个意思是你准备录用我给你当司机是吗？看你表现吧。好嘞，老板。哎呀，这事儿咋？买卖没当成，当上人小弟了。这不纯屌丝逆袭了吗？哎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干啥？哎，哥们，你是这公司的吗？你要干啥呀？我来应聘司机，我没看老板呢。啊，啥意思？坐拉法去呗。